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原神频道。如果你热爱原神，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资讯。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。现在接着古华派任务第二部分，用脑袋的钥匙来开启这道门。啊，开启后继续进去。这个漏水真的严重啊，到处都在漏水。还有蜘蛛，大致观察四周知道怎么做了。哦，还不能直接互动，要找书调查一下。海面下小地图右上方，刚才杀蜘蛛这边走进来，有一个古华手机调查一下。调查结束之后，回到中间。然后开启视野，这个雷元素的把它放到这边，然后这个位置盐元素吧，那先把火的放过来，这个是水，那就差泥吧。这样就完成。现在是第三部分，峡谷秘境。来之前是把这边水给排下去了，现在继续前进。透过锚点开一下。这机关我要上钩了。触碰一下石碑。我把姐姐玩不了一点。那他打的会怎么样？来打我，好。打呢？啊，就掉点血啊！我还以为会失败的。还有，这是会复活吗？血条不消失。继续前进。去啦，这是要到外面了吧？是到外面了，还有一把剑。这样的话，古华派密室的任务就全部都完成。那现在是古树茶坡这个位置，一个仙轮游庄的世界任务。这个世界任务你要把时间调到晚上才会出发，白天是没有的。晚上不会又是鬼魂吧？和这个小女孩对话。
你看他想你爷爷吗？对话结束之后，跟着任务指引走吧，看可以传送吗？传送还近一点啦，传送吧。为什么是在上面，就不能在下面吗？洗泥都要用完了，还没爬上来。到这个营地调查一下。还有小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管这叫小度？这位远叫小路。这条不是死路吗？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一把奇哉，但是我没办法拿走。这次话会出过太大了，居然放一把奇哉，然后还不让人拿走。这个位置跳下来之后，继续调查笔记。难道这是很多年前的了？不然说不清这为什么会有个西斋呀？去悬念山，悬念山又有什么？哦，这个位置呀，这个位置我记得，里面是有一个奇瑰宝箱的地方。然后要用压力机关进去。为青色，什么青色？俏云庄。来找罗叔对话。所以这果然也是鬼魂。李月怎么这么容易闹鬼呀？我会不会派蒙赶回去吧？前面的区域以后再来探索吧。还好，还好没被赶。啊，这样的话就完成仙人游庄这个世界任务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